魂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没有错，今天呢老爹要来分享，现在老爹的战力哦非常的高哦，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哦，老爹几乎什么角色都有练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老爹现在阵容真的是还，老爹真的是打开这个卡牌哦，是非常的满意的、哦，剩没几只没有练哦，几乎一大票都上神话了，各位观众啊。那么呢，有这么多角色，究竟有什么好处哦？来，老爹示范给你看。来，我们先要爬这个绿意志塔，216层是吧？216层，你想爬塔的时候呢，你只要点开你的关卡讯息，看一下人家是怎么过关的。好，老树、埃隆、兔子、绿意三宝。老树、埃隆、绿意三宝，各位观众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有学有样。老树、埃隆、绿意三宝，各位观众。我们只要有学有样，反正我什么角色都有啊，什么阵容都难不倒我啊，各位观众啊。现在的老爹根本就跟鬼一样的强啊，就跟鬼一样的强啊。有没有看到啊？就是这么方便哦、啊。哎呀呀，以前他妈那么痛苦啊，都卡关哦。现在他妈的战力上来，角色练好之后啊，我根本他妈的不需要什么攻略啊，我只要打开我的这个手机哦，看一下别人怎么过的、哦，然后呢，我就摆一摆，然后就过关了、啊。各位观众啊，我就过关了、啊，不信啊、哦，我再打给你们看了、哦。好，我们看王林哦，来，才两个人过关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们看一下，古宫，末日禁卫，古宫末日禁卫，奈拉。古王跟伊莎贝拉，好，古宫，他们有放女妖，他放古王伊莎贝拉，没有错吧？一模一样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有学有样哦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来试试看哦，一模一样的阵容，各位观众，反正我他妈的我什么卡牌都有啊，我完全不用担心卡关啊，各位观众啊。现在的老爹啊，强得跟鬼一样哦。好，我们奈拉开一个大招，直接收掉对面的棺材板啊。有没有看到现在爬塔无极限哦？真的他妈的无极限啊！踩死一只古弓哦，没有难度啊。这什么国小生的考试啊？轻轻松松啊。再来，老爹这个王座之塔最重要的王座之塔，目前来到397层。今天我们要一口气。突破我们的400层，来这一关是吧？我们看一下、哦、这个火鸟罗万、恶魔女恶魔跟斯菲亚，再看一次女妖罗万、恶魔女恶魔斯菲亚，不是女妖啦，这个火鸟啦，火鸟罗万、男恶魔女恶魔跟我们的。索菲亚，各位观众啊，轻轻松松啊，反正他妈的有学有样就对了。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睁大你的双眼，我们只要摆出一样的阵容啊，就可以轻松过关哦。来，有种你就摆出一个我没有的阵容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我什么角色都有，你怎么跟我斗啊？哎呀，就是这么狂哦。好，恶魔开了个大招，轻松过关啊，各位观众啊。这真妈的真是有够轻松的、啊，我怎么不早点发现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哎呀呀，太简单了、啊，又过关了，一次都没死，一次都没死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就是这么简单啊，我们直接通过400层哦。来，老爹目前的排行榜在第二名，依照这个速度啊，第一名是指日可待的、哦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哎呀，一样的阵容啊，你啊，了无新意啊！我不要看你的，我看奈落的。好，火鸟光盾，女恶魔，火鸟光盾，女恶魔，罗万双子，火鸟光盾，女恶魔，罗万双子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这次抄我们的奈落哥，奈的。轻轻松松啊，各位观众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我就是这么强的，我考你们个蛋啊！以前他妈捋到哭出来哦，现在
天他妈的我什么角色都有的情况下，我随便排一排啊，就过关了，各位观众啊，我他妈甚至连神器都不用换了，又过关了，各位观众啊。想当年啊，当初被人家批评的超级烂的老爹啊，也有今天啊，哎呀呀，又过关了，就是这么强悍哦。来，这个火鸟真的很强啊，不是老爹说啊，火鸟真的妈有够强的强啊，我实在是很想要把火鸟抽到五星哦。好，来，这次我们看随便玩的，随便玩的。火鸟、罗万、双子、女恶魔跟古宫。好，古宫我也有，怎么样，各位观众？古宫我也有啊。好，没问题，有学有样，各位观众，完全不用什么攻略，反正就打开你的手机哦，参照他们的排法哦，然后就一键自动到底，然后呢就过关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各位观众，绝招都交给你们了，通关就是这么轻松哦。哎呀呀，又过关喽，一直都没死啊！依照这个速度啊，我们搞不好可以爬第一名哦，搞不好可以直接打到第一名哦。好，来，没问题，轻轻松松，一次都没 re。好，我们准备跟我们的 Cindy 说拜拜。跟 Cindy 说拜拜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看他怎么排。我操你妈个蛋！你永远都这一队啊！你永远都这一队啊！好，奈洛哥有换一下，不过我们依照顺序，我们先用他的罗万、火鸟、索菲亚、男女恶魔、罗万、火鸟。撒菲亚，男女恶魔，各位观众，一样，有学有样，各位观众，依然轻松过关。让我输一次嘛，你啊，这个这么弱啊，我有什么挑战性啊，你啊？身为一个要思考的卡牌游戏啊，这样是不是太过轻松了，各位观众？哎呀呀，又过关啦！哎，我们的火鸟死掉了，不过火鸟死掉跟没死一样，又过关，轻轻松松。哎呀，这个索菲亚的伤害力这么高啊，这索菲亚才一星啊，吊打我们的火鸟啊，这个你敢信啊？哎呀呀，礼包又跳出来了。好，没问题，等一下买，老爹一定会买，只要有跳礼包，老爹一定是买光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学这个奈洛哥，光盾火鸟索菲亚，女恶魔双子，光盾火鸟女恶魔索菲亚双子。好，没问题，反正呢就一路学到底哦，各位观众啊，就一路学到底哦，我们就一路通关了，全世界最强。哎，跟你娘怎么输了？不会吧！哎呀呀，不会，我靠你妈的蛋啊，输掉了！我是不是看错了？光盾火鸟索菲亚女恶魔双子啊，对啊，怎么可能啊？再一次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每一只角色都有啊，什么鬼东西啊？好，这次看来没有问题。哎呀，索菲亚被干掉了！这对面的光盾很烦呢。说实在话，他的光盾真的很烦呢。好，解决掉他的光盾就没有问题了。又是一个轻松过关，各位观众。原来通关的秘诀就是这么简单哦，把什么角色都练起来，轻轻松松。五连杀，拼他 kill， 看看我们的火鸟多么的凶悍哦！好，看来老爹称霸第一名，
指日可待，各位观众，指日可待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来一个新的。哎呦，各位观众，你会怕？哎呦，好可怕！各位观众啊，我会怕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他的阵容。这位可爱的你会怕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阵容：罗万火鸟光盾、女恶魔双子，怎么他妈的大家都很像啊？罗万火鸟光盾、女恶魔双子，罗万火鸟光盾、女恶魔双子，好，只改了一只，没有问题，各位观众，这一把。这一把我们又是轻松过关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有拳有样，就是这么轻松啊，各位观众。不会今天这部影片过后，一大堆人跑去加那个，你会怕吧？大家都想要被吓一吓，各位观众，完全都没有问题，非常的可爱。看老爹的影片，就是有这种福利哦。好，没问题。看来又是一个轻松过关啊，这个实在是真的是没有挑战性哦。只要参照别人队伍啊，你排一排啊，就又过关了、啊。各位观众啊，全世界最强的攻略就在这里，没有之一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又是一个平台 kill， 各位观众。好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老爹先去买礼包。那么。这个最强攻略就分享给你们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